我们那个 Sandy 姐姐，哇，好可爱，也生了个儿子，哎呦。然后呢，爸爸说：“哎，我现在过来。”他说：“你现在过来，你试试看。”我说：“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还不能进来，医院里面有管制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一个，门口有一两家，应该很快了。对对对，电视台也快忍不受不了了。对，希望那个 Sandy 赶快回来。”啊，对对，有，我也跟总台讲了，我们那个 Sandy 姐姐，哇，好可爱，也生了个儿子，哎呦，然后呢，爸爸说，哎，我现在过来，他说你现在过来，你试试看，我说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还不能进来，医院里面有管制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一个，门口有一两家，要不然在医院拿着照相机是要拍写真的，然后他们认为我会去，后来没去，现在约了其他时间，啊，防疫期间我们还是把这个做好。有什么礼物之类吗？大礼之类的？大礼啊，这个该给的都给了，加码加码，给了 double， 给了 double。女儿很乖，她这个今天要生小孩，她的前一天竟然还在拍广告。宪哥说要是你多生，你不生的话，宪哥要自己生。对，警告她，你们再不多生的话，把名额让给爸爸了。吴家唯一单传露西派，露西派不要再闯祸就不错了，好吧？那个我那儿子很有志气，对，他从九楼搬家，然后就说我好，那我搬离开家里。我说好 ，OK， 你搬东西整理好之后，啪啪啪，哎，隔天发觉他真的搬了，他搬到六楼，也是我的房子比较大，他从50几平搬到75平的。然后我说你这个我。你不是很有志气要搬离开家里吗？结果从九楼搬到六楼，后来一块，哎，六楼也是我的房子。下次他说，请你让开，我来住。我要把路西派交给总裁来好好处理。是带女朋友回家。这一直都有。那现在是没有女朋友状态。哎，之前又传说什么夜店交了一个年纪大他很多的，没有，这是没有，这样好好学一下比较好一点。哦，他是学我的。这个就说现在身体没有在身边跟你一起主持啊，会觉得孤单吗？还是觉得这样也比较自在？还好，蛮孤单的。前几天刚有一个新闻，跟我一起主持那个宇宙啊，他那个衣服啊，整件掉下来，那没有人知道，我站旁边我不会知道，所以他是穿着内衣才主持了半集。那一集破了小明星大跟班的收视记录，那这种事情我是不会让它发生在 Sandy 身上的。应该很快了，对对对，电视台也快忍不受不了了，对，希望那个 Sandy 赶快回来，对，有他在的，台湾的娱乐天空会更棒，对不对？甚至不排除赶快取代他爸爸，可以让爸爸可以去玩点别的。